要债的吧？不是的，年底快到了，他们都来问我借钱来了，真讨厌。啊，对了，我这个年也过不去啊，借点给我好吗？行，这都给你吧。是我，不用怕。哎，老王，这个月的薪水先借给我行不行？讨债人在外边等着我了。钱钱，你们都是问我要钱。那拿这个先去当了再说吧。当时没有现钱还是不行啊，今天没有钱我就不能回去聚了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睡在我家的沙发上好了。沙发？好的，我明天一转到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啊。慢。谁的电话急得那个样子？还不是为了买卖吗？买卖怎么样？很好吗？这么漂亮的装潢啊。装潢虽然漂亮，可是买卖还是不行。我本来就不会做买卖，茶叶生意做了这么许多年，到现在刚弄清楚什么是什么。龙井，雨谦，龙井，雨谦，李乔，李乔，我本来就不会做买卖，尤其是这倒霉的茶叶买卖。从前中国的茶师是没什么话说的，可是现在都被外国人占了上风了，所以我现在正在想法子改行呢。改行？真的，我给你看。什么报？你瞧，我正在小组标经呢，可是我一样都不会。老陈，刚才我看了半天我还是不懂了。那有什么难呢？只要你上交易所去写字，你就完全懂了。哎，现在我们一块去好不好？好。而且偶然尝试一下，要是顺利的话，有我的份儿。有我的份儿啊？当然，当然。